第一轮的淘汰赛嚟到呢一集是尾声啦，六十强争夺战最后一波。你把声音好好听，但你不识讲故事，不需要下下每一个字都咬出嚟。佢 lost 咗佢自己嘅 character， 你嘅感情不够，你对呢首歌嘅层次感冇。边个可以继续梦想之旅呢？呢啲晋级嘅名额究竟属于边个？自有分晓。香港何济公子痛退粤省呈现《中年好声音二》，星期日晚9:07，翡翠台。